念诵的藏菩萨名号能离一切障缘，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路频道，点赞并转发本视频，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，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。净法也是一念心生，染法也是由你心生，都是你现前的体性，这就鼓励我们。 我们跟一切诸佛菩萨、跟地藏王菩萨乃至我们常念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体同，法身的本体是一样，迷雾不同。我们要能够弃迷，把迷弃掉，要归于物，那就好了。那你就应当修行止观，业障重修习不了，地藏菩萨特殊的方便念我名号，把我名号一念。 业障消了，净信增长了，再修学止观，这样子念我名号，一切障碍渐渐就消灭了，就损减了。要像这样地修学的人，什么原因教他这样做？何以故？此人名为学习闻我名者，因为他感觉着别的都学不下去，那么就修行修行吧，听我的名字，念我的名字。 这叫学习闻我名号，为什么闻的藏菩萨的名号还要学习？这个含义就深了。如果是理解地是心，藏含藏，我们一切众生心含藏着就是地藏，地藏即是众生心，心地含藏无漏性功德，跟诸佛同一体无二无别的，跟地藏同一体无二无别的，我们的心地含藏了就是地藏。 地藏即是我们的心，这是依着大乘教义，依着华严教义都如是说。这个人念我名号，这个人就叫学习闻我名者。我想我们大家都闻着了南无地藏王菩萨，也都能念。二种观到你修不成，念南无地藏王菩萨该会念吧？念念的念久了，业障消失了，再修二种观道。 那一学就修成了。何以故？此人名为学习闻我名者，亦能学习闻十方诸佛名者。学习闻我的名，就是闻十方诸佛的名。地藏即是十方诸佛，十方诸佛即是地藏。我们修行占察善恶业报经，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我们说大乘教义不学，学小乘法。大家听听。 大家学到了知道，这是小乘法吗？这跟华严意义、跟法华意义一样的，平等平等的。不过说得很浅，乃至于包括打卦、算命，好像很浅，那都是地藏王菩萨善巧方便，引入我们能达到一心。这个虽然学闻我名字，也学习十方诸佛名，名为学智心礼拜供养我者。 念我名号的这个叫学习什么呢？学习智心，学习闻我名号，念我名号就是供养我，不必再供养，就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就是皈依的藏王菩萨，南无就是皈依，称名时候观想地藏王菩萨的法身，法身是一样的，但是不要虚妄执着，要念离你的执着。 不然你怎么能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？我们所有在座的道友应当庆幸，不是那么容易闻到地藏名号的。你能闻到地藏菩萨的圣号，所有灾难都消失了。你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难题，别的法门你不会修，你就念地藏王菩萨就行了。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子，地藏菩萨自己说的。 不是哪尊佛说的，地藏菩萨自己说。但是念我名号也不容易，也要善学，善学地藏名号。诵地藏名号能离一切障缘，所有的障缘全部都消失了。